8月13日，亮亮袁咏仪现身柴湾百乐门出席 VIVO TV 节目大型奖的拍摄启动活动。一、二、三，大家先恭喜顺利。哦，恭喜顺利。今天的亮亮变亮了，身材明显比早前瘦了许多，脸色红润，精气神十足，宛如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但至于其中原因，还是让他本人来跟大家分享吧。导演的要求呢，就是这个角色需要有时间的分别，他希望我前半部的时候是一个很比较瘦的女人，到后半部呢，就是可能一些经历以后呢，就有一点变化，可能变胖的那种。所以他们就说我只要我前面越来越瘦呢，后面就不用那么胖，但是如果前面还是很胖呢，后面就要非常的胖。那我听到以后我就有点害怕，我宁愿就是之前有一点瘦，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是减一下吧。对，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我变漂亮了，说我瘦了这样。原来亮亮是为了拍摄新戏而积极健身减重，怪不得说身边的人都啧啧赞她变漂亮了，就连老公张智霖难掩心中羡慕而不及后尘呢。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肯定我减不了的，对对，他就是那种我看你可以怎样，但现在他见到我这样呢，他最近也约那个教练去训练了，对对对，我也希望他可以成功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